来哦，我后来发现职业也蛮重要的哦，所以我们决定职业三支都要练。来，再来，我们要讲的是龙太子职业。那龙太子职业呢，是我本身练的这一支，所以今天这集的重点三个字：龙太子。哎，那咱们的龙太子之后还可以转职啊？哦，气中跟剑中，这个之后再跟你们提。那我们先讲三大职业哈。那这不是龙太子后面的样子啊，这边前面的样子，啊，本人是练龙太子的，那我们既然都讲职业了，就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技能好了。那技能我们可能之后会一一的再跟你们提，但是我们先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哈。那技能的话，然后他也有所谓的心法，这样，那你这么给寄生，非常的耐玩哦。但我个人觉得说，这游戏前期比较偏，哎，它有一种那种小关卡、小关卡、小关卡那种推进的感觉。啊，这边再强化一下装备啊，这应该可以镶嵌呢，缤纷好礼。卖给了时间，这个也要吗？等级不足，那这福利你可以哦，你先在线讲哈，非常耐玩啊，这款。那你可以看，你可以一直练下去啊！我现在跟你们演示就龙太子这样，而且有孙悟空就大神啊！啊是啊是啊，卡住啊！啊呵，我搞在，老板娘，我找经理有公家位。什么想法？这边给你看一下。